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荔枝蜂蜜彩虹星空变色润唇膏。然后这个呢，它是长这个样子，大家先来看一下，看是不是很漂亮，闪闪的。然后打开它来看，它是什么样子？听说它里面是有这个蜂蜜的成分的，我们来看下里面黄色的，试一下。然后最主要的是它具有这个变色的功能，然后听说它这个变色功能说会根据人体的体温啊不一样，然后变成不一样的颜色。我先试一下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润唇膏特别的润，很符合它蜂蜜这个特质，特别润。大家看到变化了吗？已经开始变色了，我的好像是变的是粉色的，对吧？它现在这个装秀液就出来了。好，今天就推荐这款口红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